好，我是兰姐。今天又是周末了，每个周六日然后都要去贫困户家去看望一下他们。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，每个周六下来一次。哎呀，难啊，这里要小心一点哦。还在表姐妹吗？在那找呢。第一次中奖，太有花了。这就是扶贫路，看那稀巴巴的，稀巴巴的呢。我的话是两命啊。不放心我，一步三回头。还有太近。又回头，又中一次奖。这就是我们要来的这个贫困户家。这个阿婶在家。原来这里它有一个那个泥巴房，就是用这种泥巴来砌的房子。然后现在政策不是说要把那种危房要拆掉嘛，然后他又把它拆了。然后现在这个是扶贫下来，啊三二，扶贫下来砌的一层水泥房。没有什么东西嘛，那也。房间啊。